今天啊，上山发现一处风水宝地，这个血型啊就在这，血型呢聚气十足。这个地方呢名字叫仙人打坐，这个血型看看啊，大家看看啊，聚气十足。往这边看看，内青龙，内青龙包裹严谨，内青龙。往这边看看啊，是内白虎。内白虎，灰和青龙一样，灰有强。这个呢，青龙白虎非常的对称。青龙白虎，再往这边看看啊，外青龙气势雄伟，外青龙。青龙内青龙转暗，在前面。在前面呢是潮汕，潮汕啊，潮汕也挺优美雄伟。这是外白虎，这是潮汕青龙转暗。像这种地呢，十分难得，很难找。难得啊，这处风水宝地呢，聚气相当足，血型相当远。